哋今日爭取呢個42號小巴咧，係發展南昌街嘅。我哋嘅組織咧就係人民力量啦。我哋一陣間係會沿途係有小巴接送，同埋有部分係行路嘅，就行由呢度兜個紅磡，攞翻去個分口嗰度，就行落去個南昌街，然後就直接係行到落去誒依個石硖尾街市度集合。42號行經南昌街。
好簡單，我哋係要求小巴42号呢條嘅路線係行英蘭昌街，係令到更多嘅街坊可以係得益。同時間行咗蘭昌街之後，小巴42号係唔需要再係蝕錢係經營。我哋睇得到呢家小巴42号又再加價，加價係一個治標治本嘅辦法。所以我哋喺度再一次係遊行，一方面係抗議運輸署係補出加價，另一方面我哋要爭取小巴42行英蘭昌街，一方面可以令到小巴老細係可以繼續維持佢嘅成本係堅定，其次可以令到更多嘅城美加工係得益，大家可以係將來係我有機會可以乘搭呢條嘅路線，係直接去到明愛醫院。我哋教人民力量教早前亦都發出公開信，係俾其他嘅政黨、其他關注民生嘅政黨、關注民生嘅政黨係參加呢次嘅遊行。但係好抱歉，今次係冇其他政黨係願意同我哋係合作，係一齊係遊行。不過唔緊要，我哋依家團結我哋家方嘅力量，一齊爭取為更多嘅家方爭取更加大權益，就係爭取小巴42号行經南昌街。各位街坊，我哋一齊嗌口號，讓更多嘅街坊同我哋一齊爭取，好嗎？好。